请问老板在吗？请问您是？我是他朋友，打扰了。你有什么事？我想找你聊聊。你今天可以先下班了。是我内容吗？那个，我周九。晚安。真可爱。啊？你换办公室了，之前的也很可爱。你的床呢？楼上。看起来过得蛮好的。你要来找我做什么？我听说你开始做投资了，很有趣。没有想过也会做投资。你听谁说的？听说你度过了魔法一样的一段时光，小鸡跟小河之类的。有点好笑。你认识他？你说我的好姐妹，小美吗？小美。季美的美，我都叫她小美。我们今天还在同一个拍摄现场，吓到了。吓到？没有啊。我只觉得不可置信而已。有什么好不可置信的？他有跟你提起过我吗？没有讲得很清楚，是我自己察觉的。你有跟他说我们俩在一起过的事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说得出口？也是。你喜欢小妹吗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？不是说跟她度过了像魔法一样的一天，不人要生再怎么？说了。你以为我吃醋哦？你没有吗？我没有。早就对你没感觉了。分手以后也很少想起你，很正常吗？是你耍了我吗？那你不是还说什么被劈腿受到挫折，强调自己很害怕爱情吗？你咋跟你说的？不全然，加了一些我的观点。你没有资格评论那晚事情吧？那一晚，你赶紧走吧，你看就像变态跟踪狂一样。放心哦，我知道我现在行为很疯。不过你本来就这样啊。你很了解我。你要来找我做什么？想知道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
可是除了你，没有人可以听我说这些事情。我当然不能跟小美讲，但是我知道你会听我说。就算已经过了两年了。你要我听你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可是你说过你喜欢听我说话。你到底来找我干嘛？你最近好吗？听到他讲你的事情，我觉得很不爽，也很难过。虽然我已经不爱你了，我也不想念你，但是……我知道，不用讲两遍。可能是觉得属于自己的东西被抢走了。我本来就不属于你的吧。我是说小美。小美也不属于这神经病的。你为什么叫我神经病？你以前不会这样叫我。再这样叫我，我要走。你赶紧走吧，神经病。